美女主播变机师索过空姐啦，我先叫个单。哇，靓女凌娜瑶做空姐，喂，佢做戏做过噶啦，你玩嘢啊？哦，唔系，系其实想讲我哋祖国啲靓女比日本嗰啲咪仲劲。26岁嘅赵楠喺重庆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喺电视台度做主播，手足呢个新疆女艺人噶，索到爆。佢上镜不特止掂啊，仲够晒大胆添。第一次参观航校嗰阵，见过教练玩飞行花式，之后就立志要做飞机师啦。喺成10000人嘅招聘入边啊，一考就得咗，成为重庆民航第一位女机师。机上面成100多条人命喺手啊，不过每次起飞之后都话心感兴奋咁样。唉，我谂啲乘客见到佢咪仲兴奋。呢位靓靓姐姐仔仲话要喺重庆度买楼，跟住嫁人。